当地时间1月15日上午，早前因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被判入狱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在玛丽医院留院期间刑满获释。上午7时左右，已有大批记者在玛丽医院等候。9时10分，曾荫权夫人曾报孝威乘7人坐私家车抵达玛丽医院，随后接曾荫权走出医院。曾荫权对传媒多年的关心表示感谢，今后将与家人团聚，享受宁静的退休生活，最想品尝久违的咖啡。对于其案件的上诉，他指出将交由法院处理。曾荫权于2017年2月被裁定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判囚20个月。随后曾荫权上诉，2018年7月上诉失败，但获上诉庭减刑至12个月，今日刑满获释。从今天开始我要回家同我家人团聚，同我太太过啲正常嘅、希望宁静嘅退休生活。所以今日咧，我自己心里边咧，只系有一样嘅思维咧，就系好感恩，十分感恩，冇其他嘢啦。作为香港人，喺香港法治嘅环境，我如果寻求公义同埋清白咧，系要坚持嘅，呢个唔可以放弃嘅。第一样嘢咧，就系希望同我太太倾下偈啊。即係以前每一次見到面都是一個星期一次，隔住個玻璃，另外有人監聽，咁希望同個細細傾下偈，同埋飲一杯久違嘅咖啡，好嘛？多謝曬你哋啊！向傳媒致謝後，曾荫权揮手並和太太登上私家車離開醫院。對於其健康狀況，他表示未來仍然要定期復診及見醫生。